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位台上的执法裁判是周一贵，来自道坡宜良的一位高水平的国际拳击裁判，今天呢也专门上场来为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两位拳手进行台上的执法。在开赛前呢，裁判员在认真地检查双方运动员的装备，主要看运动员所戴的拳击手套，包括他的护持是否呢真正的合格。比赛中不能打破了，腰带以下必须裹牢。三腿，三腿，三腿。现在比赛，现在比赛开始了。再来，现在五八。我们看穿红色短裤的这位选手啊，在对峙的过程当中。